好，各位看啊，他在黄州的时候，这个连续下了好几，这个三个，这个两个月的雨啊，所以心情很不好，写了一首叫《黄安石》。我限于时间，我很快就读一遍啊。他说：“自我来黄州，已过三寒食，两年过了三个寒食节啊，年年啊，在书法上，年如果下面加一点，就是读两个，年年欲习春，春去不容习，今年又苦雨，两月秋萧瑟，卧闻海棠花。”迷屋胭脂雪，暗中偷复去啊！夜半真有力，何书病少年？这个画调啊，病起头已白。各位知道，这个是原稿，换句话说，底稿啊，还没有改过的。所以你看，这边是加一个字，这边删掉一个字，那表示什么？就是还对，因为他生了一场大病，他连续。两个月下雨，那个屋子里全部进水了，那么他又生病，所以他又那个时候被贬，又关了100天，然后出来又被贬，那么然后呢又连续两三个月下雨，下得他整个屋子都是湿，那么那个时候没有除湿机了，也没有抽风机了，都没有烘焙机了，所以黏哒哒最后生一场大病，躺在床上呢起不来，所以那个时候写字软啪啪的，没有力量。啊，所以你看“头已白”这三个字都挤在一起，不漂亮啊。春江欲入户啊，户户，雨势来不已啊。这个画掉，小屋如渔舟，蒙啊蒙蒙，还掉了一个字，蒙蒙水云里啊，水云里，空包煮寒菜，破灶烧尸尾，只有这几个字漂亮啊。你看，寒菜破灶烧尸尾，这漂亮。哪知是寒食，这个比较漂亮啊。但见屋闲置啊，君，这个君这个字不好啊。君门深九重，坟墓在万里，野泥枯途穷，死灰吹不起。限于时间我不讲，我只讲后面啊。这个各位看一看，这个字是第一呢，它被贬；第二呢，它被关；第三呢。连续下了两个月的雨，他整个全身都湿透了啊，家里都湿了，霉霉的。第四个，他又生了一场大病，所以这个时候的心情是很不好。所以写的字软塌塌，刚刚病起来写的诗，可是我们在故宫有这幅字，把它弄成邮票，那么很多人就认为这个字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受后边的画的影响，后边有一个黄庭坚，就是宋朝黄庭坚是他的学生。学生把老师捧得很高啊，那么我们来看黄庭坚的字，说东坡此诗，你看这个字多漂亮，这是黄庭坚的字，东坡此诗事已太白，犹恐太白有味道处。他说寒食帖这两首诗好啊，像李太白，那可是呢恐怕李太白还写不到这么好啊。好，此书兼，来别跳啊，此书兼颜鲁公啊，这个书法兼颜鲁公、杨少诗、李希台笔意，世使东北。你看这个字多漂亮，这是黄庭坚的字，拿这个字来跟前面的比，谁写得好？当然是黄庭坚的这个字好。可是并不是苏东坡的字不好，而是苏东坡那个时候生病，所以我们等一下看苏东坡真正写得好的字啊啊，这个。东坡复为之，未必及此啊！如果让苏东坡再写一遍，恐怕还写不了那么好啊。他日东坡或见此书，有一天苏东坡，我的老师看到这个书法，啊，看到我写的字，因笑我，啊，于无佛处称尊也，一定会笑我在没有佛的地方称老大啊。意思就是说，班门弄斧了。其实呢，他过分捧他的老师。其实就字论字，说实在黄庭坚的字是比较什么好，但是并不是苏东坡的字不好，而是他生病。我们现在来看看他真正的书法啊。好，你看这是书文啊，书文中公真集啊，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啊，要要啊，故垒西边人道是啊，
三国周郎赤壁，你看这个国字，三国周郎赤壁漂不漂亮？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。你看这里面没有败笔，对不对？没有改，因为什么呢？这首诗早就写好了，今天是喝了酒以后一口气写下来，就没有改过的。可是前面那个是底稿啊，所以那个不好啊。对，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，江山如画啊，一时多少豪杰，遥想公瑾当年啊。小乔出嫁表，你看“出”这个字笔画浓，“嫁”笔的笔画细。出嫁了，雄姿英发，羽扇纶巾，笑谈间，樯橹灰飞烟灭，故国神神游，多情应笑我，早生画发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。你看那个还我河山的还多漂亮，一尊的尊多漂亮，酹江月。好，下面有一段字啊，久不作草书啊，我很久没有写草书了。是趁醉走笔，你看这几个字，是趁，你看这个笔多漂亮。醉，你看醉这样一笔，走笔，绝酒气勃勃充满了酒气，从纸端出也东坡醉笔，就我喝醉酒了，从酒气从纸端也。你看这个字跟刚刚那个槐树的字谁的好？当然是这个字好，一看就知道这是千古第一草书好，下面。